不知道拍什么啊，就拍了一个带七把英雄狙啊单挑的一个视频，而且这七把狙的话，大多数啊以重狙为主，也有个别的一两把啊是个轻狙。要拍这种系列的视频的话，也会有点就是没有题材。如果各位的话呢有推荐的话，可以打在评论区。好的啊，咱们的话呢，第一把拿的是这个暗杀星，以前的挑战神器了，只不过现在的话呢，可能有点乏力，并且呢还有一个暗杀神版本，是不是？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暗杀神来了。其实啊，像这种暗杀星、暗杀神这种连狙用起来的话呢，其实也还不错。动画机版你会发现它其中的一个快乐之处的。OK 啊，然后呢就是极光了。极光这把武器，我只想说啊，它的话简直就是一个辅助武器啊，带子弹的，不过呢手感还是很棒的。这就是巴雷特枪娘，当时出来的时候啊，标注的就是第一款又有不同的背景的一个狙击。只不过嘛，它的那个红点背景的话，其实是个摆设。带七把啊，全部都是重狙，但是呢，就是缺一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把的话拿妙才代替啊，妙才嘛，各位都知道啊，它的一个狙雷手枪，这个才是它的精髓。这几人谁有它的狙啊？是不是？然后啊，就是毁灭了。毁灭这把狙的话，我愿称它为出场率最高的英雄级之一。第二呢，是别人评价好用，不能说之一吧，应该说出场率最高的英雄级是它。同时，玩家最爱用，包括就是出的皮肤最多的武器也是它。第二呢，是这把狙的性价比真的太高了。最后一把的话，就拿的是巴雷特金色蔷薇，混迹于各种抽奖活动当中，手感的话比较一般。我在这七把当中选一把你最喜欢的狙，各位，你喜欢的是哪一把呢？